孩子。前线突破。经过三轮淘汰，选拔的阵营中只剩下30名队员。这些女兵即将面对的是连续36个小时的极限训练。5天的高强度体能消耗，这个时候写在女兵脸上的只有2个字：疲惫。凌晨5:30，部队到达绵阳市安县某地，队员们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武装奔袭。7点赶到8公里以外的黄土镇。所谓武装，就是要全程背负20公斤重的武器和装具。所谓奔袭，就是要在限定的时间内用最快的速度到达。啊，我跟不上呼吸。长腿，你不要再想嘛。把脖子拉链拉开一点，快点。长途奔袭，轻装和负重有着天壤之别，尤其是对于身材相对瘦弱的女孩。背囊的分量不会因为你瘦弱而减轻。最要命的，不知道跑了多久，还要跑多久。行不行？行不行？行。你放心了吧？你可以放心，你可以是任何时可以上车，往前跑。不要相信我，不要。那就走吧，让星星跑起来，走吧，走，快，行不行？来，刀给我，相信。枪拿好。你可以的。行不行？前面要跑起来，前面要跑起来。坚持，坚持，还是坚持，这是一路上女兵们互相鼓励最多的一句话。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超过，更没有人愿意落在队伍的末尾。进来了就一定要坚持下去。本来我们组是跑最后的，结果给他们加油鼓劲之后，他们就往前冲了，好开心啊！结果就冲上来了。刚才我们从女兵们身上所爆发出的潜力，连他们自己都没有预料到。绝大多数队员到达时都比限定的时间提前了30分钟以上，但这并不意味着赢得的时间可以休息。大队长没精神。姑娘们拼命抢出来的30分钟，换来的是任务的加码。两个人一组，抬着25公斤重的子弹箱，冲坡1000米。这是一条灌溉用的沟渠，水只有齐膝的深度，但水下长满青苔。女兵们要扛着25公斤重的子弹箱，在接近0度的水中行走1公里。大铁箱子走了，这就慢了，拿不动就慢了。辛苦了大家，太累了。
前面呢啊，都是给你地盖沉积的。啊，现在体会到什么叫刺骨，感觉骨头都被针在蛆一样。快快快，走快点，走快点，前面，走快点。陈家兰，哭了没有？没有。啊、没有哭吧？走开，走开，快上去。还有多远呀、啊？快了，快了，走！还有多远、啊？等我。这个刚才谁呀、啊？乔明艳吧？哦，对呀、啊，我饿。你饿、啊？这个坑我完了就吃早饭了啊！加油，快点！哎呀，快点！除了负重，横跨在水渠上的一个个通道，也是女兵们前行的障碍。只有四个。哎呀，小黑快点跟上我。最要好的朋友小白被淘汰，确实影响到了小黑的情绪。面对这么艰苦的课目，他庆幸小白没有了，但他会坚持下去，因为这也是小白的梦想。到达终点时，队员们已经精疲力尽。好，快上来，快上来，提起来。终于找到当兵的感觉了，这才跟电视上演的一样。到极限了没有？啊？没有。摔了一跤。摔了一跤，全身都湿了吗？啊。早点去说就不用受这个罪了。没有，还是在这好。在一分钟时间内吃掉你面前的一根火腿肠、一个面包、一袋榨菜，同志们受尽了。开始，开始，动作快。距离姑娘们昨天吃晚餐已经过去了14个小时，今天的早餐没有什么特别，只不过吃早餐的方式有些不同。12秒，快点快点，你们都不饿吗？没吃完的女兵面对的是严厉的惩罚，不近人情的训练对于女兵们来说似乎残忍，但战场上没有怜悯，任务中也不会有同情。想当一名女特警，必须吃得了这种苦。你们的水壶，你们的水，就是这次训练所有的水源，希望大家自己把握好。5分钟休整后，女兵们迎来了下一个任务，选择最近的道路，用最快的速度到达山包顶端。因为刚才快速进食表现不佳，这个科目被再次加码，出发前队员们要先举25公斤子弹箱20次。过头，必须过头！19，开始，开门，别走，开队没时间。往下，选最短的路径，知道不？对姑娘们来说，这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区域，在有路的地方寻找最近的路，没有路的地方干脆用脚踩出一条路来。由于这是一个集体项目，每组的成绩以最后到达的人为准，所以一路上大家互相鼓劲，更不能抛弃任何一个队友。走开，我慢点，快拉着往前走，拉住，拉住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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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给我。过去，快快！上一个的目标是什么呢？就是不属于咱们这个山区的东西。这个话怎么理解？大家自己去理解。找到以后，
自己处理。这些被找到的战利品，除了折合成积分计入成绩，还能为队员们补充体力。这个科目可能是女兵们最喜欢的，也是能体现魔鬼教官一点点人性的科目。快点，快快快快快点，明文荣，快自己吃点，自己吃点。慢点，别噎着。我找到了，都没人吃。嗯，哎呀，好开心，可以吃水果。歇了，直接把它杀掉。嗯，快点，慢点，慢点，吃别噎着。下了山，女兵们再次背起行囊继续前进，而此时科目的难度被第三次加码，徒步行军改成了负重行军。前面的跑起来，快！极限训练已经过去了7个小时，女兵的体力消耗殆尽，这个时候进行5公里行军，再加上临时增加的子弹箱负重，考验的不只是体能，更是意志。没有。相比早上刚出发的时候，姑娘们的脚步沉重了不少。除了拼命向前走，她们没有精力去顾及周围任何的东西。还行不行？行。别跟我说话，坐一会儿，没精力。野外什么都要靠女兵自己动手，除了帐篷篷布是事先保障组准备的，其他都要自己想办法。完了，想不想吃鱼啊？想。OK。经历了一天的残酷训练，靠干粮充饥的女兵终于得到了教官带来的福利。不过，能不能获得这个福利，就要靠他们自己的表现了。这叫一声放炮！啊，我要拿了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第四个，快点，快点！第一个，第一个，赶快，赶快！跳了，懂了。
鱼跑了。没事，先丢这，先丢这。哎，我数下来多少条？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、十六。还是那鱼，快！还有，还有。我拿我的绳子。停！起来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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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起来！哦哟！啊！一个腿都冻红了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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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白腿变红了。一团团篝火升起来，映衬着队员们红红的脸颊，脸上的油彩已被汗水冲淡，就像他们身上的那股娇气和幼稚正在慢慢褪去。深夜课目还在继续，接下来的课目听上去就没那么轻松了。孤胆行军，穿越坟场，要求女兵独自一人在无光的条件下，在漆黑的山林间走一段长路，然后到达坟场取回指定的情报。因为这个科目是考验女兵的胆量，不便跟随拍手，但在远远的山林间，我们时常会听到女兵的尖叫。这个科目就是要考验女兵在单独作战条件下的胆识和应变能力。从女兵们现在的位置出发，有很多条路通往下一个目标，不过所有的大路都被考官把守，女兵要避开考官的视线，在无光条件下选择山林小路秘密到达目标地。催泪弹散发出的烟雾是女兵们要冲破的下一道封锁线，接触到这样的气体后，人会立即出现眼睛灼痛、畏光、大量流泪等症状，而女兵们的任务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冲刺100米到达终点。搬运伤员这个科目还是以五人小组为单位，首先要利用四根竹竿和背包绳制作一个简易担架，然后利用这个担架将自己的一名队友抬到终点。由于这一路上伤员是不能更换的，谁来扮演这个角色意味着在这个科目中可以轻松一些。我不想当伤员。44号熊光玉是这个小组中年龄最大的，为了照顾年龄最小的小黑段小燕，他不顾自己冻肿的双手，坚持让小黑充当伤员。等待女兵的又是5公里的路程，这是极为艰难的5公里，也是最能体现战友情谊的5公里。这是魔鬼36小时的最后一个科目，完成了这个科目，队员们就完成了这次女特警选拔的全部内容，依然是武装奔袭，只不过这一次女兵要各自为战，没有了战友的搀扶和鼓励，能够支撑他们的只有自己的意志。终于解脱了，解放了，这次真的收获挺大的。能坚持下来，我觉得自己真的变了，或者是家里人看到这一幕，当然是我的，是那个。你也太快了，看到女儿长大了。我了，不是不是，就是突然有点想我妈。我想如果我妈看到，我觉得她肯定会哭的。以前的时候就天天是队列前一啊。我自己。就是主动退出，然后小白说不可以，要带着他的梦想一起坚持下去。你这个路还挺长，是吧？碰到的困难会更多，啊。我说是我们没感觉。妈呀！妈！哎呀，好热啊！为什么嘛？因为一直把脚上。
重申，希望我们全体女战士，继续发扬，尽当指挥。